Lily 同 Raymond 喺2003年开始接触阿根廷探戈，佢哋曾经获得过世界探戈大赛亚洲区冠军同埋中国赛区冠军。喺2011年同埋2014年，更加去到阿根廷参加世界探戈大赛，并获得晋身总决赛。開始跳 Tango 其實是因為去了法國呢，遇到一個街頭表演，有一段的 Tango Show 在街上，我是直情是拉住朋友不讓他們走，我一定要看完個 show 才走。個 image 很漂亮，很浪漫，很 passionate， 是不知道為什麼就很想找地方學這隻舞。呢隻舞是 improvisation 嚟，你可以想像好像一個畫家去畫一張畫，他的腦裏面其實沒有一個很肯定的答案，由他的感覺一路 flow 出嚟去畫一張畫。其實 Tango 跳一隻舞，其實我感覺都是差不多。阿根廷探戈源於100多年前的布宜諾斯艾利斯。當時為生計而遷到當地的大量移民，就是用這種音樂和舞蹈來抒發思念故鄉、掛念愛人的情懷，所以阿根廷探戈流露的情感既含蓄又澎湃。男仔會給你一塊面給你去在 Tango 入面 ，embrace 嘅意思咧就係即係嗰個擁抱。咁喺一個擁抱入面咧，其實你可以感覺到好多嘢嘅。Even 你係同一個陌生人嘅擁抱咧，都有陣時會係感覺到一種好難得嘅了解啊。又或者係由一個擁抱咧，你會好似覺得啊，唔知幾時好似前世識咗佢，好耐咁樣樣。個感覺就好似你一路係 take care 緊個女仔。其實 Tango 的 embrace 要係咁緊密，因為我哋係需要俾對方一個好專注的感覺啦，同埋咧俾到對方覺得你係好願意去咁親密咁樣樣同對方一起跳舞。咁你肯交個心出嚟咧，人哋就會再投入啲去跳一隻舞啦。咁同埋喺一隻舞入邊咧，嗰個溝通好緊要，因為咧你少少嘅即係一啲動靜啦，或者係一啲反應咧，對方都會感受得到。咁嗱，女仔就要一路去等男仔俾佢嘅信息，唔可以自己去做快嘅喎，男仔。感覺上面嘅溝通咧，其實喺兩個人之間，即係動作上，我哋都會有一啲好似question and answer 咁樣樣嘅。好似一個 conversation。係啦。譬如一個 parada， 佢會好似攬緊啲咁樣，跟住咧我個回應我都會埋佢嗰度多啲。然後大家佢可能會有一個呼吸拉高個人，跟住我又會跟佢一起拉高隻腳嗰度有個反應，然後先至再去。如果佢喺呢個位度拉我埋嚟嘅話，我好想埋去嘅話，我會攬緊啲佢。Lily 細細個開始學舞，學過芭蕾舞、現代舞，但係當佢接觸到阿根廷探戈，就認定呢一種舞只係真正屬於佢嘅舞蹈。佢甚至毅然放棄建築師嘅工作，全程投入阿根廷探戈。起初佢亦唔係完全適應嘅，因為我一路以前跳 modern dance 係自己一個人話事，中意點樣喐就點樣喐。之後學咗 Tango 咧，其實你要擺低呢個感覺，真係即係我哋叫做話要交託俾人啦。即成件事是兩個人一起做的一件事，而不是單一個人去主導咁樣嘅。擺低曬所有嘅嘢，唔去擔心技巧嘅問題啦，由感覺去帶領自己咁啊。嗰個 magic 就係我估唔到，原來我肯交託嘅時候咧，原來佢可以做多好多嘢嘅喎，同埋係真係好即興，男仔帶女仔去跟隨。你不會 expect 到下一步會是怎樣的，咁所以即係個有趣的地方就是你永遠都會覺得每一次跳舞都好新鮮。
係有陣時就會係即係咁樣樣去 build up 到一個好難忘嘅一個經歷咯。老闆啊，呢啲 lace 咧 ，lace 咧，邊啲係邊只係有彈性噶？有冇？需要彈性嘅咩？係啊，唔係。呢只我曾經有一季係想去買啲跳舞裙，可以去Tango 啲舞會咁。即係你係完全揀唔到一條裙咧，可以見到條腰嘅咯。咁但係 Tango 唔得噶嘛，即係 Tango 你唔可以鬆飄飄咁見唔到個身體個線條咧，咁就唔夠。即係唔夠 attractive 啦，冇女人味啦咁。於是咧就即係開始的起心肝自己做一件咁樣。係呢啲咧就係、是、我要同裁縫傾嘅時候咧，我會話俾佢聽，即係都畫少少 sketch 咧，令到佢知道我要啲咩咁樣。咁呢啲叉咧，佢哋又即係初初開到咁低低俾我就算啦咁。咁後嚟逼佢咧，先至肯開到咁高咯。呢、這個我嘅 design 咁係一個中國式旗袍嘅，咁但係咧又有大露背喎。咁我曾經喺阿根廷嗰度咧係有啲表演咧，咁就著咗呢種旗袍嘅設計咧。咁即係當地啲人都好 surprise 同埋覺得好即係好靚，亦都即係好似糅合咗啲 Tango 同埋中國特色咁樣樣。唔知點解以前唔俾自己啲温柔啊女人味浮出嚟咁啦，咁。當你睇到 Tango 呢個 image 咧，其實一個男人即係好有男人味，著住西裝嘅，同一個女人風度翩翩咁樣喺度跳舞，嗰種優雅咧，咁你就會開始好想做到呢一種優雅，就開始即係放膽咁樣俾自己嘅温柔啊女人味放出嚟咯。Tango 裏面當然有很多很難的 movement 咁，但係好多時我當我哋跳完一隻 Tango 之後，過咗好耐之後，我哋所記得嘅咧唔係裏面做過啲咩 movement， 但係我哋所記得嘅咧係好多時係你個 partner 俾你嘅 embrace 你同你個 partner 之間嗰個感覺啦，那個感受啦，所以慢慢我哋會明白，其實嗰啲先係最重要的。Tango 對於我嚟講咧，已經唔係淨係跳舞，咁我會覺得佢係一段一段好美麗嘅感動咯，喺我嘅生命入邊一次一次咁樣去感動，令到我一路咁樣樣去追尋落去咯。